将上路的两类人。第一类就是维持死刑执行，在台上滔滔不绝讲述自己论点。这是桃园青年局举办的2021青商年会，十九队来自台湾各区的精英好手，经过竞争激烈的预赛，成功晋级冠军赛，要来探讨台湾是否该废除死刑。那我想请问，在这之前，为什么你们到以前不处决他们？因为那是就是我们现在推行新制度，我们让我们的司法体系更完善。正反论述激发不同思维，也要说服台下评审。受到疫情影响，今年的青年辩论赛改采线上举行会员大会，让民众透过网络也能有临场感。69年以来第一次的线上年会，那我们相信，透过数位转型的方式，我们的影响力可以到达更多更远的地方。辩论大会不仅能从中省思各个意见，同时也能鼓舞青年从不同角度探讨公共议题。TVBS 新闻桃园综合报道。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。